What the hell？ 我怎么敢这样子啊？敢对麻吉大龟比中指？我呢是最能见证人情冷暖的人。我从炸红，再到大陆炸红，再到现在炸不红。对，这一路以来，谁在谁跑，谁留谁走，我都知道。那我先讲一下，好，这样，那可能人数会下降，但我觉得无所谓，就是想听的人就听，那感谢你们。昨天超多人看你对倒，真的，我觉得那是最喷的。但我还是，我看我的偶包还是存在的。哇，我最喷，我直接离开，往旁边一躺，歪掉，歪掉，就是歪体，歪体，看得我真的是快疯了。我之后就完全没有记忆，真的是完全没有记忆，我真的是 f***ed up 到一个。昨天真的好险 ，Jessica 在我家哎，不然真的是哇，真的是死亡哎，大型死亡现场哎，我那天把所有人呛喷哎，对我真的是全世界最没有礼貌的晚辈哎。我刚才看了回播，我居然还比麻吉大哥中指哎 ，What the hell？ 我怎么会敢这样子啊？敢对麻吉大哥比中指？哇，好可怕哦！很多人觉得我在演戏，因为大哥太炸。我认真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演。你可以算一下我喝了几杯 shot， 哎、欸，那个很浓哎、欸，那个 shot 的量差不多一瓶多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快死掉了。一杯再一杯，有人算吗？我的35杯 shot， 我认真，我就今天结束我的戒酒了，真的太累了，快死了，真的快死了。我发现其实就是这阵子觉得能够。做自己，然后让大家开心，然后让大家喜欢，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。所以觉得昨天房先生说的那段话，其实我当时是没记忆的，但我刚才看了一下重播之后，我发现其实他说的很好，就是大家需要嫉妒我的，不是因为我爆红，也不是我干嘛等等，而是嫉妒我可以做自己。房先生上来我们做的那一串行为，虽然我真的是最喷，但是。我很开心他愿意跟我一起这么做，其实他不需要，跟再一次跟大家道歉，因为他现在做他的生意也做得很好，但他还愿意上来是因为他还知道自己是一个，其实就是我们当公众人物，一天其实一辈子都是公众人物，对，那我们都有这个责任，愿意跟我一起上来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做错了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证明自己，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好，其实我很开心，感恩甘温，大人哥很担心我，什么意思？我完全不记得我跟他昨天跟他直播，我真的完全不记得。陈先生是真的很暖啊，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，对，就是一路以来从我刚出道到现在，他都是一直默默在 support 支持我的人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呢是最能见证人情冷暖的人，我从炸红再到。大陆炸红，再到现在炸不红，对，这一路以来，谁在谁跑，谁留谁走，我都知道。谁删我微信，谁删我联络方式，谁撇清关系，我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要在这边讲吗？超想知道的，我不会讲，我绝对不会讲，因为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用。八卦用一些社会议题在炒新闻的人，对，我其实没有想要炒新闻。如果我要炒新闻，我需要热度的话，我早就把人全部讲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流量最高的男艺人了，好吗？如果我把我的这些经历、全部的人物都写出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吼，演艺圈应该翻过来，真的翻过来了。很多人需要写一篇文章去解释发生什么事。我真的不喜欢直播。第一个事情是因为你们每天都看得到我，免费看得到我，那我拍电影还有人要花钱看我吗？是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直播是疫情限定，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确实大家也无聊，我也无聊。王大陆，看王大陆上来，你太夸张了，你太夸张，你怎么不睡觉啊？你睡了没？我刚睡醒，哇。我在睡觉，你在睡觉？对啊，我起来看 NBA 啊，放假看。我今天是真的轮不到你，
没事没事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对喷哎、欸，我真的烂掉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整个烂。我可以看一下你，我想看你脸 一眼。不行，我没有灯。什么叫没有灯？我操，太穷了吧？对，这回事。哎呦，走，鼻梁，这个鼻梁，哇，拜拜，拜了，完了又换我，赶紧关灯，赶紧关灯，不然不敢讲话，不然不敢讲话。